好，之後就想講一講財博教育方 Quadratic Equation 1MC Quiz 裏邊嘅第二題。咁呢條題目都係叫你 solve 個 equation 啦。咁第一步咧，我哋就 expand 開佢先。咁左邊咧就會係 x2 次減 3x 啦，右邊就係 2x 減6，然之後你寫翻做等於零嘅樣咧，就會有2x2 次啦，x2 次 sorry 減5x 啦，同埋加6等於零。然之後就可以撳 formula 零一啦，又或者做 factorization，咁咧就應該會有 cos x 減3啦，同埋 cos x 減2。咁所以做答案咧，x 一係等於3，我話 x 等於2，答案係 C 啦。